1月3日，我们告别东京，再度前往关西地区。这几天我们选择在广岛住宿，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广岛，满街跑的有轨电车是我对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。不过今天我们并不打算游览广岛市，而是继续乘坐新干线前往本州岛东南端的城市下关。几天前我们乘坐新战争号途经关门大桥，而这一次我跟老喵两人打算将关门大桥的日转列镜头收入囊中。谁能想象到在关门大桥边上还有这样一个公园，这样一个感觉跟原始森林一样的野路。什么声音？走一半了，差不多了，快到了。他写的就几百米，不会是垂直距离吧？哎呀，累死了。不该背着一堆摄影器材上来的，真的太难受了。啊、哦，看到了。
们正在拍岩石，然后刚才那块来了个保安大叔，问我们到底是怎么上来的，是不是从后面的这个山路开车上来。我们说没有，我们从的是这边的这个底下的山路，然后我们走上来的。他说哦，那你们要小心，9点这边关门，然后里头有那个特别大的引路细细，然后我们比划一下这么大，说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们就决定不从这边返回了，我们还是要走这个后面有一条正常的这个下山路走。现在可以看到太阳已经基本上落下去了，我们大概拍到彻底入夜的时候就准备下山了。